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John。我现在在加油站，然后我穿成这样，你们应该都知道我来干什么。假如你不知道，你一定是新的观众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点击一下 subscribe 的 button， 还有 like 的 button。那是新西兰的旅游顾问啊，现在生活在奥克兰。我做很多旅游的视频，那最近疯狂的喜欢钓鱼，所以做了很多钓鱼的视频。点击关注一下。确认你去到主页翻一翻我有什么内容，你会喜欢的。那现在在加油站加满油，然后去见我的两个朋友。那现在就到船上，然后打个招呼。这位是船长 Claude Sunny。 Hello。 三年三点，我要说错了。Sunny。 然后都是两位很有经验的船长。那今天又是跟上一期的视频一样，去那个小巴黎啊，但是这一个点它出发就是距离近很多。上次从奥克兰 City 出发去小巴黎要2个小时，这里过去就1个小时。然后最近天气都非常糟糕，然后天气就我连续看天气预报看了2个星期、3个星期都没有好天气。然后终于今天天气稍微好一点啊，但也不能说很理想。所以今天不是 commercial trip， 就是我们合作想开发一些钓点，主要是钓 king 啊，钓 snapper 啊。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搞上一条大一点的。7点就很亮，7:15就那么亮了。是，穿的暖和。今天比去年好像冷。是吗？我说今年好像冷得晚。去年这时间已经很冷了。问森林大哥什么时候来的，然后他说他来这边也20多年了。他那个时候买那个房便宜很多，两房的 unit 在 Park Ranga 才13万，现在你在 Park Ranga 买起码90万-100万要了吧。对，起码得这个价。船上睡觉爽啊，很爽，摇得很舒服。睡五星级哪有意思？之前我们接过国内来的船，然后有两个老奶奶啊，其中一个来了之后呢，有时差啊，来这边就睡不着，天天睡不好觉啊。上船了，钻进去就开始睡，睡一天没起来，下船的时候醒了啊，哎呀太舒服了，哎呦，终于把觉都补上了。我说没睡够，继续睡。哦。现在 Sunny 大哥已经把这个鱼竿给下去了，他呢就是明灯，等他中鱼了我们再下竿，他没中鱼呢我们俩就在旁边歇着先。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小巴黎，是吧？ Little Berry， 你来介绍一下小巴黎吧。Little Berry 啊，附近 King 跟 Snap 还是挺多的。然后这边是奥克兰特别出名的一个钓点。对，奥克兰离奥克兰比较好的一个钓点，而且离奥克兰比较近一点。我觉得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个码头叫什么名字 ？Sense Bay。然后这边过来小巴黎，确实会比我上次去在那个奥克兰 City 里面出发快很多。上次过来大概能开始钓已经差不多10点了，现在9点，就多了1个多小时。多了一个多小时啊！现在8点多吧，9点不到。啊，现在9点还不到啊，所以时间会很充足。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船，你们的平时的线路。平时的话，我们一般都在 Little Berry、Mokokino 跟 Quebec Island 这边钓，主要是以杂鱼为主。是，就是比较那些好吃的鱼，在珊瑚礁附近的鱼，那些鱼都会比较好吃一点。那 Snapper 的刺身还是不错的， Snapper 跟 King 的刺身还是不错啊。哎，有劲不？哎呦，小 king 一条，小 king 一条，
前几天这个跟老婆说去买咖啡，偷偷跑去渔具店买的玩具哈，今天来试一下，赶紧绑钩啊，先使使，不行再说。第一次使这玩意不知道好不好使啊，横轮跟那个纺车轮有点不一，是吧？不知道，看各自喜欢，瞎搞。你之前用过吗？这根杆子买了才出过海一次。最主要是你的线啊，要看到，因为这些都是有颜色的，看到吗？十米一个颜色，你这个是没颜色，你都判断不了水质。对，你得冲啊，它是一个。我学学你那样，但我这不好抽。还是不行，嗯，哎，有了，哎呀，感觉不大，哎呦，走了，我咬掉了，断了，断了，哎呦，看来你还不会jig。不会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，这里是抬船的瞬间就是有抬，像他上次说抬的话，第一他们好都没有抬过，不用抬的，抬的都没有平的，平的抬的都抬的啊，小葫芦叫它像一个鱼在上面颤，像抖动的感觉。抬杆，收线，抬杆，收线。要有一个配合，正好一个抬杆，下去的收线，抬杆收线。哎哎，中了，用力用力，再来继续，还在用力抬，用力抬，哎，好，要把那个后给它带。有开视频吗？开着。哦，来吧来吧，我给你拿抄网啊。慢点慢点，不用急。哎呀哎呀，不大小给。小给啊，小给小给。完了，我中那个跑了。中了一条小 king。扔了吧，你不自己扔了，拖拉都拉不动了，嗯，拖拉都拉不动了。测试一下，哥买了这个麦克风，不知道收音效果会好很多啊。如果这个效果比较好，那以后出船都会带着这个麦克风。什么要领？没什么要领，看他开不开口而已，就看潮水，看情况。早上的口会好一点，你看我们早上到第一个点，估计上了岸啊。然后最近我不做了个那个网页嘛，就想要海钓的朋友可以上这个网页上看看，也可以加这一个微信号啊。那我都会尽量把这些海钓的这些产品整理放到这个页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介绍。那无论你是新手想带孩子体验一下，或者情侣想体验一下海钓，还是老司机，都会尽量给你们推荐到合适的产品。你们看，有时候这个钓鱼就是讲运气，鱼其实就在这里，厚厚的一大群一层，但它就是不咬啊。所以这个钓鱼有时候看技术，但很多时候还是看运气，不咬你就是不咬你。上鱼了上鱼了上鱼了，这今天咬口不好的情况下来了，等的就是这个时刻。
感觉还是有点分量的啊。听听那声音。Snapper， 这声音多好听啊！现在只能把它给这个是 cloud 掉上来的一条大笋壳，这还是得挂耳钉啊。那这个有这么长。现在回到了这个快岸边哈。哎呀，这我在船上睡了一觉，摇一摇很舒服。这个不是说那种酒店体验的那种舒服，就是你钓完累了，然后在船上睡一下，然后那船摇一摇，让你很放松。今天没有好的运气啊，反正就没钓到什么鱼，有一条 sea perch， 然后还有一条这个笋壳。拍这个钓鱼视频也要保持比较真实，不能每一次都中那么多鱼啊。今天确实没鱼了，也老实跟大家说。然后我中了一个小 king 啊，但是这个尺寸比较小，就给放生了。claw 就他真的比较厉害，这基本上鱼都是他钓的啊。有一条 king 大的73吧，还差两厘米合格啊。但他其实钓鱼钓太多了，这鱼要不要也无所谓。我们约下一次会再出来啊。其实主要目的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华人海钓俱乐部嘛，想大家多点合作，开发一些新的路线。那这条船我体验了啊，其实还是非常好，因为它的空间特别的大啊，然后有充足的这个钓位。最主要是我个人更喜欢铁皮船，而铁皮船你钓的比较放心，就是它不是那种，它就不像那种白色的船，铅坠敲到上面都感觉特别心疼啊。铁皮船挑就随便你使，所以这样子用起来比较放心。今天视频就大概是这样子，期待下一次出行的时候能够这个状况稍微改变一下啊。冬天这个鱼口确实比较少，那希望下一次鱼多一些。那还是那样子啊，喜欢钓鱼的朋友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。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